san siddh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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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ddhi hom。啊，我们再谈这个外八相。外八相其中啊，第五个现象啊，是眼睛啊有光，眼睛有光，有金光，眼会发射金光出来。这个跟我们修这个中脉啊，这白柔啊，白柔光。另外啊，中脉里面呢、啊，有一条脉直接通眼睛的，应该叫做水通光。水通光，你知道我们在形容阿弥陀佛的这个佛眼，澄清四大海，澄清四大海是水通光。阿弥陀佛的眼呢、啊？他的眼澄清如四大海水，如同四大海水澄清这样子的眼睛。一个修这个啊修内法的，他产生他的这个光明的时候，他眼睛啊会有光的，眼睛有光的，这种光叫水通光。很多我们天眼呢、啊，天眼在修炼当中啊，也是要靠眼视，靠这个水通光。眼睛呢、啊，就代表什么？在密教里面，眼睛就代表水，眼睛是代表水的。所以阿弥陀佛他那个是澄清啊的四大海水，你看他的眼睛，望进去，里面呢、啊、就是。水澄清无波的那一种光明啊，行者，你假如是说修内法，你修的很澄清的，你看到这个人很清净，他的眼睛呢、啊、非常的亮明啊，像水一样啊，平静无波的那一种眼。这个就是眼睛有光。我们看眼睛呢、啊、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慧。那么看眼睛呢、啊、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慈悲。还有看眼睛呢、啊、可以看出这个人有没有欲望。他的欲望很少。有没有慈祥。看眼睛都是有眼睛去看的。眼睛呢、啊、就通你的内心。眼睛就通你的内心，所以你看那个眼睛啊，老是红红的，像红目猴啊，红目猴。这当然是有点那个，好像是说这个生理上的种种的现象。人家讲说结眼，结眼啊，这个也是这个样子的，你因为你心理上的想出来的就表现在你的脸上跟眼睛上。啊，这个都是很重要，这些事情啊都是很重要的。啊，你自己本身啊去观察你自己，反观你自己，然后你自己本身啊看着眼睛看着。这是第五个现象，眼睛化会有光。那么第六个现象呢，耳朵可以随意控制，就是耳有轰。我经常想啊，这个耳有轰是什么奇怪啊，为什么耳有轰呢？耳朵当然可以挡轰了啊。其实你自己想一想，人没有耳朵的话，声音很多听不到的。耳朵啊是挡那些那个轰，也就是我讲出去的话，你用耳朵这边挡住了我讲话的这些音波，然后进到你耳朵，你耳朵才能够听到。今天你没有耳朵的话，讲出去的话，
那个音波挡不住，就直接溜过，听不到声音的，而且声音会很微小的，这个是生理上的现象。耳朵当然是挡风的啊，挡这些音波啊，挡风的。但是你啊，你练气的人啊，你的意念到哪里，哪个地方的肌肉都会动的，我讲了吗？头皮也可以动的，这个头皮也你可以动的，这个中脉的顶啊，中脉的顶穴啊，这个也可以跳动的，蹦蹦蹦蹦，会动的。我说到最底下的这个密轮啊，肛门啊，也会动的，提肛的时候也会动的，那个肛门会收缩的，也会弹动的，耳朵也一样会动的，因为你的意念到了耳，它自然耳朵会动的，这个就是耳有风吗？啊，你意念在耳，它耳朵自然就会动嘛。你这个是很小很小的地方啊，你这个头皮啊，一般来讲这个中脉不容易动的，你看不到啊。其实可以的，你只要气一印上来，他的头皮就会弹动了。肛门你试试看啊，肛门也会的。肛门你不会动啊，他就不会出来。一定你用意嘛，你用你的意念去做的。所以我说我师尊的这个胸部，你要这个啊右乳房啊嘣啊，他会跳咚咚咚咚咚咚，就会跳 disco。你要左乳房咚咚咚咚咚，它会跳的。甚至于你的腹肌啊，你的这个脚啊，啊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动的。这个就是用你的意念去运行这些气。他这里讲耳有风，就是练到你自己意念可以控制你耳朵的肌肉，用意念可以控制全身任何的这个肌肉。这里肌肉有什么随意肌啊，不随意肌啊，不随意肌就是不能控制的，我们连不能控制的也能够控制。这个就是修这个内法，修内功，你就能够啊。这个是可以讲是第六个现象，耳有风。因为耳朵啊是属于不随意肌，不是说你叫动就能够动的，你这个顶穴这里也不是你能够叫动就能够动的，但是你修内法了都能够了，都能了。第七个现象，你鼻子的呼吸啊非常的清凉啊，鼻子的呼吸为什么会清凉，而且通气，鼻子很重要了。我们讲这个密教里面在修这个属习，用的就是鼻子。道家很多经常在讲啊，眼观鼻啊，鼻观心啊，鼻子就等于你的心一样的，一正直的。你气出入的地方啊，一呼一吸啊，都是这里，完全畅通无阻。而且呼吸非常的清凉，你假如感冒就不是了哦。啊，他呼吸呼出来的空气啊就不一样哦，吸进来也不同，呼出去也不同哦。鼻子有毛病啊，应该要修内功把它弄到非常的清凉，100%的通，应该要这样子。这个影响的这个鼻子本身呢，要通气啊，鼻子也不能过敏，也鼻子也不能发炎啊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。你修内法的这个第七个现象，呼吸非常的清凉。因为你只要呼吸不清凉，就是一定有病，甚至你从鼻子呼出来的气呀，就是有味道。我说人体身上的气啊，以鼻子的气最重要，一呼出来啊你就知道了。
所以要一定要清凉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Om Mani Padme Hum。